上网查，发现 Oh my God， 看家的印度话代表。啊、这位狗仔 Bro， 你打电话给我经纪人问理由，我是在抽什么？我站在路边抽，抽我的电子烟，怕路人觉得臭。我想说还是尽量切。他口中吐出了烟雾，用摇晃的相机捕捉他摇晃的脚步。身为狗仔，我工作是很辛苦，你选择这个工作是你早就应该要清楚。OK OK， 我听到但是没有听懂。Talent， 希望你不要太过在乎我的生活，好不好好关心一下身边的人，关心一下正在受苦的人。The world is yours， 你有责。摊开随便吃。